妮妮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，卡卡和妮妮其实是宠物精灵变的。今天收到一张粉丝爆料的图片，我们发现这代表的其实就是卡卡和妮妮，那是为什么呢？众所周知，在新手村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卡卡和妮妮左右两侧都有专属的旗帜，而这个旗帜好像就是精灵，今天也得到了印证。从这位小伙伴发的图片上，我们可以发现卡卡其实就是红色的精灵，小伙伴们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而妮妮则是绿色的精灵，我们可以看到旗帜上的颜色和宠物精灵的颜色完全一致，那这也就证明其实卡卡和妮妮就是精灵变的，小伙伴们。并且从家园中，我和学姐还发现在宠物窝的左右两侧，我们可以看到混沌之石和熔岩之石，混沌之石在左，熔岩之石则在右边，用来镇压这一强大的力量。从这里我们也找到了一个证据，就是在选择角色的页面后面有一个曙光之石，那这就证明其实卡卡和妮妮他们是来自地心世界，并且他们可以变成精灵，那也就证明他们其实是和地心世界的黑龙也是有关系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